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和王老师呢，在这里为您讲解的是第28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决赛的第一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陈耀烨9段和柯洁4段。那么今年呢，是由柯洁坐在挑战位的位置上呢，向陈耀烨发起挑战。而作为陈耀烨9段来说呢，他已经在天元位置上呢，5连霸了。是否能实现6连霸呢？就要看这一次到底怎么样，好吧，王老师。对，这个陈耀烨呢，我们广大的棋友都很熟悉了。但是，对小球，你说到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5连霸了啊。对，这个第一个呢，是我感慨时间过得快；第二个呢，是陈耀烨，哎呀，这么辉煌的成绩啊，很了不起。那么，我觉得重点呢，除了陈耀烨，还有就是他的对手，这个柯洁。柯洁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对，他是97年出生，今年只有17岁，真的是非常年轻。因为他能够从这个本赛的，这么多高手参加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挑战权，这个本身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行，我们通过这盘棋来看一看这个棋招法背后的故事。这是三番棋的第一局哈。是的，是的。那么这盘棋呢是黑棋陈耀烨9段之黑，他们是事先猜的先吧？对，应该是第一局之前猜先，然后如果是有第三局的话，第三局再重新猜先。第二局是双方黑白棋互换一下。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有一个信息说的太多了，就现在年轻人，我们的年轻高手很多，进步很快，水平也很高，是吧？在这样的形势下呢，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他们的心理状态呢，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就是不会像我们小时候下棋的时候，经常要背上什么胜负的包袱啊这一类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没错，就是，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是吧？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小球，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盘棋，之后有机会再介绍别的棋。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从招法当中看得出来，没有包袱固然很好，但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你太没有包袱了之后，恐怕也不一定好。行，我们接着看。就大家以为这柯洁4段啊，这么年轻哈，坐在这个挑战位上，是不是有一种要不然就觉得他是不是心里会有一点因为刚上去挑战嘛，这是他头一次挑战，会不会有点觉得对手很强大呀？或者是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觉得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我觉得柯洁两种都不是。我觉得在他的眼里，陈耀烨只是他的一个对手，他并没有把他看成上位或者是下位。没有那种感觉。行，我们看起很快呢，上来左上角有一个巨大的话题。但是我们也只能简单略过，就是黑棋呢，当然是三尖反夹最简单的，白棋这个尖顶是最简单的定型方式，但是在过去很少有人这样下，他的因为所以呢太啰嗦了，只能说这个现象啊，过去没有，那么过去下的多的这种情况下，要么就直接盖出来，要么就是从这边尖冲给他施加压力，把这个局面打开，但是变化太多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摆了，这个下法呢是比较少见的，但并不是说不好，它有很多故事。小跳一个，对。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普通来说黑棋要考虑在这边罩住它？对，在这个地方有一招棋非常有意思，这个图要给大家摆一摆。实战呢，陈耀烨9段呢没有这么下。对。因为他也很年轻，所以他对于古谱是不是很了解？这个我也有疑问哈。那么实际上富有弹性的一招是这个棋，是盖住，就这招棋呢，单靠一个，就因动而动，非常有趣。那这白棋会不会虎出来呢？对，白棋虎，那么必然的变化就是它挤，一虎的时候它挤。那我现在你必须要用任何方式出头，是我这粘回去被打就不像话了。随便你走哪一个，它你比方说小球摆这个呢不进正确，好像它就吃啊。接下来你必须弃掉一个子，来给大家看，打一个。对，实际上正解是走这个。贴出来，让他吃提，那么下一招你一定是挺，是吧？
关键是它搬的时候你一定要长，你只有出头。我要这样吗？对，你必须这样。它在压的时候你还必须走，嗯，是吧？你不走它闷进去。我说跳或者长，你不能跳，问题就在这，你不能跳，因为你一跳它二路有个点。是这样。哎，你一跳它二路一点，你就头很晕。我只能摘上。对，那它拉进来，将来你还不见得活呢。啊。所以你只能长，长完了，你比方说它这边已经有大模样的架势了，那么上边这个阵型呢，你这些不太好，你给它拆出去了，嗯，你大概是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走的时候，它主要很俏皮，它又点你一下。点我得挡住它。哎，你必须。这我不能粘回去，这不能忍哈。它，哎啊，点就是你硬走。啊，是的。看你是接还是挡，你要挡呢，它这个子变轻了，它走这个。你下一步怎么吃？本来呢，你这个飞吃是很漂亮的。对。但是你现在被人家天上一盖，你这个就开始嗷嗷叫。这个压的时候，由于这个打吃先手，这有个断打，所以白棋大概普通来说只能尝一个。那就是太。所以白棋要吃，一定是这样吃。你这样吃的时候呢，黑棋从上边又这么一盖，嗯，你搬哪边它断哪边。对。就这显然是藤萝的形状。是的，是的。当然在现在这个自由围棋的条件下，也不能断言就是谁好，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黑棋的这个盖子这招其实非常有趣的，嗯，可以靠在这里，就是以柔克刚的一招，嗯，因动而动，它的妙味在这儿。行，这个就只能给大家先摆到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呢这种形状很少。嗯，我们接着往下看。实战呢，黑棋没有考虑在这儿封锁它，而是单拆垒，拆四。对。哦，在这儿。那么，嗯，单拆，白棋下一招是挂角，就看起来这是一个打散的局面，好像。打散，因为对角形嘛，总是也打散。嗯，但实际上，它两边不是对角形，就是对称形。嗯。平行形，所谓哈，其实也是总是有可能打散。对，是的。也不是一上来就三连星要做成大模样啊。他这个棋有趣，嗯，就下一招棋也是年轻人下的，这个非常有意思。柯洁是飞出来的，嗯，他飞这个，他觉得你这个地方不罩住我，因为本身黑棋也有这样罩的下法，确实也有，对，嗯，有呢。他就是这个结构在续盘阶段第一时间出现，比如说你这招棋不走，在这儿来松呢，对，比如说他实际上是缓的，第一时间缓，压力不够，觉得不好。对，他在进入到中盘有些时候呢有的时候下成这样，比如说下成这样了，他脱先你再飞下去，嗯，这些也是可以的。嗯嗯，这个话题也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就是围棋盘上有些结构，我们孤立的看他说他的好坏呢，其实往往是一个错误。嗯，因为他有个此时彼时的问题。嗯，此一时彼一时。行。只不过简单的就大家可以理解的有些规范性的东西呢，看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方说下一招棋，这又是没见过，年轻人才会这样下的，就是柯洁这个飞。他觉得你不下这儿呢，我就下这儿了。嗯，但是这也对这个形看起来也挺怪的。恕我直言，是歪的。嗯，但是他歪呢，柯洁当然他也是年轻高手，他非常知道，嗯，他就偏偏要用这个歪呢，使这个棋好像显得多变，他是这个意思。嗯，那么正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这个。这个是正的，拐正，这个过去是有谱的。嗯，那拐正出来的话，王老师会不会担心有这个间断，啊，是有，关键你下一步说冲断，就冲断呢，你断哪边，它吃哪边。啊，对，断了不知道哪边，哎，它不亏。哎，可是呢，它有这一招。哦，它单点。它有这一招，嗯，有这一招也不怕，因为你这个不能挡，嗯，挡被它搬了。对。你不能团，团被它冲断了。但它有个怪招，它挤在这儿。嗯。它有招应你。所以在过去的这些高手棋谱当中，曾经有过就是黑棋搬，白棋挡住，黑棋断，然后白棋这个吃掉，形成转换，黑棋哗啦啦打下去，这样白棋立到底，黑棋焊接，然后呢白棋脚上很大，嗯，这个头出来，哎，这个再战，再战，对，换句话说白棋这个正跳实际上是不怕的，嗯，是有的，也是有弹性的一个结构，嗯，哎，但是现在年轻人他又下到这儿。就是这个就突然，我觉得由此也可以说出过去的棋和现在棋的区别。你比方过去的棋认为正的棋已经不错了，你刚的我也可以刚的应付你，你柔的我也可以柔的变化。嗯，那么对这些看上去歪的棋他就不考虑了。现在呢，他年轻人他也许没有了解你过去那么多，他说我就斜飞一个你怎么了？嗯，哎，那么过去就显然没有见过这些。嗯，啊，
问题是呢，它这个棋也很有意思。这个棋形状不是，觉得好像黑棋不是明显有一个靠段它吗？对，这个靠段呢，它有别的故事。这个靠段变化是它顶。它顶一个，那么你下一张冲是不行的。那现在已经走不动，冲的话它段从这儿冲出来了是吧？对，是它也可以先鼓打，先鼓再把你吃掉。哦，这样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嗯。那么你有一招是退。你退的时候他也接，下边又有一个问题，你断哪边？你冲下去之后，你断哪边，他吃哪边？这个白棋是不亏的。是的，嗯，好像是不管断哪边都不是很舒服，我就觉得。哎，对他，哎呀，这个棋反正就是，他就是这么有趣哈。嗯。但是呢，小秋他拖你，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棋它的缺陷在这儿，就是黑棋拖白棋下什么？我觉得他不可能会把它吃掉吧，我大概也就是防守一下。啊，如果防守的话，我想想也就只有这样吧。等于我们再退回去的话，我们就这个图形啊，稍微多聊两句啊。实际上本来在这个地方不该聊那么多，因为它比较有代表性啊。他在尝这个呢。哦，现在你要尝过去啊？是啊，我是要尝啊。那我要尝这个要求要拐下去。我操！这不拐下去已经无法忍受了。接上，哎，然后他再加，哦，那这个白棋有点花了，也不一定，那只能贴在这儿，他度过，立不下去，因为立下去他一冲过来死了嘛，对，可以度过，然后度过，这也是一个变化，嗯，这样倒也未见得，未见得还可以再下一下，就是黑棋是可以下，白棋可能也能下。但这个下法，我觉得黑棋既然这个地方有根啊，应该是黑棋可以下。对，因为你脚上要靠这个嘛，挡嘛。对。然后他这个扳机先手嘛，你脚上活得很小，外边有一个小方方，同时必须要鼓这个，鼓这个他跳出来，变成这样的变化，这个棋，可能都可以下啊，因为过去呢，没有人对于这个棋形有感觉，所以没见过。没人下这儿是吧？没人下这儿。嗯。好，我们再看，那么。行，陈耀烨呢，实际上是飞这个，这也可以啊。飞这个，他接下来带了一个话题。本来这个棋形下到这儿呢，下一招棋应该是白棋顺便顶这个最好，就因为他要准备打这个，本手要把自己补掉啊。没这么下呢，当然给以后黑棋留下一个靠。对，这个靠也要必须要给大家交代一下，你再走这个的时候，那不一样，他再退，嗯，你一走他就断里头了，断里头把这个拉出来，你外边就飘了，是因为他这增加了一个子。嗯，就陈耀烨为什么要飞，就是这个道理。嗯，好，那么柯洁的本手应该顶，他也没顶，又不理了，脱先了，在这儿。这就现在棋的自由，先去抢大场，带给我们看到的很多变化。好，我们接着看吧。这个架都是大场，那白棋闪身躲过也是大场，黑棋尖也是大场，白棋拆回来也是大场，这些都没问题。对，然后黑棋飞起来了，飞起来。是吧？对，白棋拆了一个，白棋拆。不过觉得这个黑棋，白棋这个右下角无忧角展开之后，觉得挺舒展的，有这种感觉。它又是一个时空感，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段你很舒展。嗯。然后呢？接下来呢？对，后面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对，这个棋这招也可以，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顶。哦。本身很大，棋又很厚，然后盯着这个打入。嗯。我喜欢这个。当下一招棋黑棋实际上靠断的时候，我觉得黑棋不错。哦，你靠断它。嗯。当然，紧接着又有一些纠结、啊。这个靠断，我觉得黑棋不错。嗯。因为整个这个势力，黑棋是浑然一体。嗯。他是无意识的，他没有主动设计下成这样，是对手给他机会下成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续盘是黑棋不错。他一步一步交换成这样的。对啊。并没有自己刻意的非要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对。那么柯洁只好不走了，他脱先了，他把这个脚先是应手实地圈给占了。对，陈耀烨下一招是大局为重的一招。嗯，陈耀烨九段他的棋呢，跟现在这些更多的打打杀杀的这些年轻高手的棋呢略有不同。嗯，就是他力量强，但是对大局啊、宽啊、宽窄啊这些地方考虑好像要多一点。嗯，黑棋呢跳在外面，这个脚呢他就放白棋活了这一活当然白棋局部是满意的，是的，但是全局呢，因为上边那个连上来，我觉得这个简直显然是黑棋的气象更好。那黑棋呢，现在觉得你这不走了，对，那得有个交代吧，我就望下去了。而且他们年轻人下棋，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我要猜测，我不肯定，就是我们
两个人文凭对坐下棋的时候，他这个气场情况对也要考虑进去。这气场情况是什么呢？我就这个就随便猜想了啊，我们棋友可以根据这个进行想象。就是假如有一方是这个落子的姿态啊，整个这些神态啊都是满不在乎的，都是我是天下第一这样的信息传递出去的话，那么他的对手是会搓火的。嗯，假设出现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下棋的质量。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因为陈耀烨明显出了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棋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有这些原因在，因为他本人也很年轻。嗯，我估计或者这么说，假设对局当中，我这个是假设啊，陈耀烨九段也许有些地方觉得不太高兴，假设是这样啊，心情有点不舒服。那么实际上陈耀烨九段他年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让他的老对手不高兴，也会有这种情况是吧。我觉得我们这样来看棋局呢，是不是信息更多一点，更人性化一些。你光是看着一个白棋谱，就像我们现在手里拿这个一样，黑一白二黑三白四，它不是我们围棋文化想要讲的全部的内容。这个不知道我们的棋友能不能会意哈，就这个意思。行，这个挖是不错的。那么白棋就要吃，他吃黑棋接上，接住。对，白棋接上，这个没有反击。下一招棋我一看就是，哎呀，就是叫什么呢？有点急了。不是，就是本来你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很好了，还要去想办法，把油要榨干。对，这你有点过了。对，他要追究人家这个棋形的弱点。对，他觉得你这个棋形，你刚才这个飞已经看得很怪了，很怪了嘛。对，我破断你还出先，这个棋可以节约的，可以不要的。你这步棋究竟在干嘛呢？然后这个棋形，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个毛病，但是这个毛病，对对，似是而非，但这个毛病是不是应该出？不知道。关键是球探员他导致他误算和误判，他以为那样可以，其实现在非常简单一个问题，黑棋二路扳机不就已经很好了吗？你看二路扳机白棋得补啊。他如果扳粘现在二路扳机在黑棋成控的时候，这个几乎是先手实木的官子，陈耀烨九段这么熟悉啊，这么看重木的，补在这儿，只有补在这儿，那黑棋不走了。他这个整个结构没有任何改变。是的，这不是挺好吗？要不补的话，被一点就快死了。一加啊，加一个，一加你更难受。这个行，一般是这样，那肯定要补。是。结果我们接着看，就是最简单的都没有，一看就觉得这是情绪化的一手。反正照我的解读，这个挤啊，情绪化的一手。这下棋非常忌讳这一点，就有点上火了。对，这动气了不好。回头我们一问，你要听他说没有，我没有生气啊，就这意思啊。这个是第一局，他们双方可能还不够了解，我想。不，但是可能会有些了解。打吃这个，因为下一盘棋，尤其重大比赛的一盘棋，它往往背后有两个棋手之间的心理活动。对，就这些呢，你是很难用文字啊，用语言给它反映出来的，就要靠看这个招法。白棋接在这儿。对，这个现在几乎是唯一的招法，没有别的应手。对，我们待会儿一看就发现黑棋打。黑棋打吃。待会儿我们来一评估一下。这个挤呢，几乎是，就这个形状下，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手筋。但这个手筋什么时候用，是不是该用？你得判断这个问题。对。他一拐的时候，黑棋现在挡不住，挡住被人家一断，你肯定不行了。对，崩了。这个绝对不行。所以说呢，现在只能顶回去。这个补还难受，还只能补在这儿，本来不该下棋的地方还要去顶一个。因为这个气得收住，要不然气不是啊。我们接着看这一段，对。断的时候呢，这两个子来不及跑，对啊，你不能这样打，打完了人家一断打就把你吃了。啊，断了一吃，我还觉得小球就算不吃都行，就算不吃都行，这已经吃了是吧？对，不一定吃也行吧，这个扳好像也行。他的语言是什么呢？就是白棋藏这个是先手，你不理他一靠你没棋走了。嗯，一冲他扳过一搂，把脚上给你吃了。那也昏过去了。昏过去，而且你没法补，对不对？所以这个棋形是不能考虑的。那么黑棋只能是冲，不要了，不要把这两个子弃了，再贴出来，再冲出来。那么这个当然长也可以，尖也可以。陈耀烨想半天，这个地方非常遗憾，这招不成立。那么只能长这个，柯洁再一飞，黑棋不能不挡啊。好啊，你一挡，人家先手，你怎么从挖开始，明明你的先手走了半天，变成人家先手，你落个后手？然后目数情况怎么样呢？就只能评估，给大家简单评估一下，就发现这个黑棋大亏。
你看他这个扳是人家先手，你将来这个总要吃回去。对，算你敢不敢立到这儿是一个问题，嗯、算你立到这儿，将来你这两个都要补。嗯，这是一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目棋。嗯，黑棋在这个角上有十目棋，那么最初呢，如果扳接白棋二四六八九目、嗯，黑棋得了十九目。嗯，但是黑棋这个扳接先手这个地方已经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这边已经二十目了。嗯，现在这二十目和这二十目等于对调没了。与此同时，白棋这二四六八目棋，以这个指标来看，黑棋已经赔了八目了，同时赔了一手棋。现在该白棋下。现在该白棋下、啊。刚才如果说照王老师的扳端先手回去的话，而且这边都是黑棋的空啊。是啊，刚才我算了嘛，这二十目搬到这儿去了嘛。所以人家露个破绽在那儿是不能随便去。对，这是我觉得是一棋有失、这个地方照这个指标来说是，我们要煽呼一下，夸张一下，陈耀业天元在这儿。意气用事，结果呢赔了八目，丢了一手棋。最夸张的说法就是这个，那就这个棋就对于高手来说确实不太对，已经不对了、嗯，已经不对了。对，所以整体的形势而言的话，我觉得黑棋可能已经不太乐观。不，已经不太对了。但是就是说，他当然这个比刚才要厚一点。问题刚才他浑然一体的时候，这个地方潜力巨大，现在你这潜力在这儿是更大，但是这个地方没了，嗯，这个不行。这个几看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很好，我们接着看吧、嗯、但这个棋后来也有很多味道啊。白棋拖了一下，现在这拖，这你看、你人多的地方他拖你，你不能动啊，你只能搬，是不是再来一下啊？留着，先留着，然后走这儿。对，柯洁这个也是可以的。嗯，那么黑棋搬了一下，黑棋搬就是先手传回来，只能退。这个没办法，这个挂角的这个子得给他吃了呀，要不然不吃的话、嗯、这个目数损失有点惨重啊。对，裘丹云说吃，人家年轻人现在最喜欢什么呢？就是你的模样做得很大，我有几个残子、然后呢我给你掏光。嗯，他这个最厉害。对，这个当然不至于掏光，但是你黑棋说把它吃了、这棋吃不掉，主要是怪吃不进。对，让他靠，是吧？是这样吧？靠了一段。对，一段。这个手法哈，在他们这个对局当中，三番棋当中出现了很多次啊，有段，很漂亮的手法、是吧？那么黑棋，这个关键不能吃这个。对，大家会发现这个棋形，你要吃掉它，吃得很干净，是很头疼的一。很头疼的，让它吃，你提，你当然不能接了，再一吃，它活的都几乎比你大。那么这个不讲道理啊。嗯。那么它吃，你再一接，这个棋形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明显有一个洼吗？嗯。啊，那么他下一步先问你应手，你怎么吃的？然后一锄头挖进来，恶意有误，吃不了啊。行，吃不了怎么办呢？陈耀业九段在这儿也进行了最强的抵抗，那就叫吃，一查再一贴。嗯。可是这个就很明显，这个是绝先，打绝的是绝才多，他这一扳不就过了吗？啊、这个地方巨大。是的。这个目数是一打吃一扳过来。这个地方黑棋没有了，黑棋如果能够扳接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然后呢是大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个是朝二十目去的棋，这里确实有点大啊。嗯，而且王老师他是不是可以打完了再冲他一下？没有，打完了你不要着急，因为你第一时间呢、啊、你就扳，他应什么你都已经便宜了。嗯。然后第二时间再说，然后一个再考虑在街上的、这一类的，其实他街上也是先手都啊，对，一冲一接就是先手。嗯，好，下成这样，但接下来柯洁又那个什么，还是年轻吧。嗯，啊，他下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就是不够深刻的一招。嗯，那您觉得他还是年轻，下些什么呢？就是因为对这个棋形要有一些透视啊、这个棋形，我建议他呢是要先顶这个。试应手，横顶一下。对，先试横应手。那得长啊。他一长，我便宜了。啊、因为裘丹云他便宜在哪儿呢？如果你没有这个，他这个是先手。如果说待会儿他一尖吃你、啊，对，脚没活。对，他是这样吃的，他先尖你打、嗯、挡住，再扳，再一扳。对，你无法忍受这个。对，他走这个你就死。嗯，对。如果这个地方是硬的，他走这个你也没活。嗯，是的。因为你提后手，所以这个地方本来作为优势。要控制局面，同时这个棋形呢，黑棋这个棋形是有缺陷的，嗯，所以我建议他是先顶。这个黑棋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形势本来就不好，嗯，他一定是立这个，立这个你要扎他一下，他只有接，因为不能走这个，走这个、嗯、这个地方不干净，是的，他只能接，一接你就跳过嘛，就过了，嗯，这过了不仅仅是这块活了，巩固了这个地方，嗯，强化了这个模样的外围。
然后将来咱们就飞这个，这个地方你说它补在哪儿？欠点齐了，看起来。它是这样，嗯，我觉得这期几乎可以判断一下形势，就知道为什么白棋要这样下哈，嗯，就等于假如说下成这样了，对，下成这样，就下成这样嘛。那么这个地方当然，稍微有点纠结啊。我觉得这段判断成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就因为下一步他这个先手太大，嗯，所以下成这样之后，黑棋实际上吃这个是本手，他得补一个。特别补一个，你要搬这个呢，你要断吃，你搂吃这个不见得便宜，所以这个呢比较合理。如果以这个图来判断形势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双方可以数的目啊，是这个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四十四二四四六四八五十五二五四五六，这块是六十目，嗯，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贴目的样子，对，六十目，白棋呢那个地方是二四六八，这已经十目了，嗯。十二、十四、十六、十八，这至少二十目。嗯，这个至少有十目，三十目。哎呦，你有六十目，他才三十目，没有，他三十目。但是这两边球带赢，白棋一定成一边。对，他什么都不走，他一定成一边。就白棋目数应该说是领先。这已经三十了，然后这四十、四二、四四、四六、四八、五十，就。我还是觉得这棋还该白棋下，现在好太多了。没有，现在不该白棋下，白棋走完了，把这个走回来就行了。哦，他这个叫无为而治，这两边你不要去围他，你肯定成一边。嗯，你去围他呢，你当然也能成一边，但是你刚才围那着棋，价值就不一定高。嗯，主要是这个意思。嗯，行，意思一下，这个地方很重要。对，那么实战呢，白棋是下了这个大飞。嗯。他觉得呢，以这个无忧角为中心，然后两边他想，哎，这个空，这大飞之后看起来这个空还挺肥的，啊，挺大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黑棋要怎么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天元战陈耀烨跟柯洁的对局。刚才呢跟王老师讲解到这儿，就是白棋刚刚在这儿大飞了一个，这个棋呢当然是白棋好，嗯，刚才给黑棋判断形势的时候把这些全部给他锁成空了，嗯，实际上呢还没有，所以棋呢是白棋明显优势，但是这招棋呢涉嫌就是说暴露目标有点早，然后自己变得不能动，嗯，对方在暗处，对方可以动，嗯，他差不多有这个意思，可是也不是坏棋。就你走这儿呢，基本上作为黑棋来说，他是不可能说，这就是你的了，这就是你的了，这不可能，这是。对。人家肯定要进来，要搅和一下，在那儿。黑棋先拖了一下，适应的时候。当然，看起来呢，陈耀烨天元下这盘棋，嗯，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他自己总结一些什么东西吧。嗯、他下一步搬。一拐，白棋拐下去。对，就这招棋，这个顶我一看，就有点，等于差点意思，差点意思。这个棋呢，我觉得呢，他既然围了，因为他为什么呢？这个是味道有限，是吧？人家一尖是吃掉你，味道有限，但是这个味道是有的。这件事儿看过去的谱才知道，就是第一届英式杯，聂卫平和藤泽秀行。在无忧角脱完角之后，藤泽秀行就是下的这个尖，嗯，有这个尖是应手。那么你要吃这个，他就吃这个。大拔。你提，他接着问你，你下一步必须吃这个。然后那边可以。那么这边就可以问的东西就多了，但是不是马上走？关键是他现在有这个东西，他一尖啊，黑棋这一尖你必须在这角上走。嗯。行了，那么黑棋在这里再选一个，这个点选的方式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柯洁这个有点问题，同时错过那个定型。黑棋大概选一个浅削，就是我想推荐是这样的一点。走这儿。对他围都围了，就让他给他。嗯。而这种境界呢，在过去聂老的棋谱当中有很多次。啊、就是人家要成空的时候，他是从八路去调的。嗯。你看，一二三四五六，这才七路啊！他调空的时候是在这儿调的。嗯。这样一调你是围成了，你都输了。主要是黑棋自身呢、啊，它这边围起来也是很可观。对，这里白棋是很难出头，因为这是几打先手，你只能是这样出来。对，它可以随风，哎，吊罩住你就行。基本上是封住的。所以黑棋如果这条线，比如说这儿再加一手的话，这个潜力也非常厉害，是可以拼胜负的、哦。所以我为什么说刚才白棋要把这个根基扎牢，在这儿保留一个头，
对，这个价值很高。嗯，那么实际上走这个，那么由于它，你看刚才有这个借用，有这个借用，那你这个白棋好像要围啊，你看白棋围不了几招，这个棋就逆转了。假设白棋要围这个吧，是不是啊？跳一个，围这个比较帅气了。是啊。黑棋这个现在呢是找不着，那现在他就回去吧。对啊，我觉得回去的话，黑棋就回去，或者飞一个也行，飞一个卖了这个，总之就回去吧。回去也很大，嗯、因为这个是他的先手，是吧？嗯、一回去还盯着这个，嗯，只要白棋稍微一消极走到这儿，接下来跟黑棋一收束啊，这个棋我觉得就已经持平了。嗯，总而言之，他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你浅消对方的时候啊，让他可以围，同时让你自己可以成一些空，有一些利益。嗯，这个程度最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就陈小姐这招，黑棋顶了一个，嗯，因为他有个误算，顶了白棋立下去，这是进死，拐，他以为这个走出来有位的，人家又扎钉，这是进死，钉在这儿这棋，对，满以为冲有个断吧，人家又跳在这儿，你是冲不出去，你冲不出来，你要挡在这儿，他有这个断的借用，因为虎先手嘛，嗯，这可以做文章，结果人家走这儿，你这个就。这个走成这样之后，一看，这个收手了。作为陈天元来说啊，嗯、这个还是有失水准。啊、对。那么下边一招棋，他就急了。他往这儿打了，嗯、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冲，就很有可能变成现实了。没有冲，人家还是可以跳。对，就暂时如果不成立的话，这儿再走几个，可能很有可能会成立。哈哈，对。啊。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子之类的。他盯着跨这个。啊。就这个已经有点像攀岩了。啊、还是从外边来，有点远。你说你刚才你要考虑这个，那你可以先从这边调，嗯，这边调也行。这个是一二三四五第六路调，我很佩服，就是聂老他是在跟曹勋玄下英式杯决赛的时候、嗯、第一次，那个第三局调的有一招棋就是八路调的，啊、嗯，然后后来那盘棋是完胜，嗯，下得很漂亮，嗯。嗯，白棋呢就把这个补掉了，白棋因为柯洁一看这个他已经亏了，对手已经亏了，但觉得你这个脚已经这么连边带脚全死进去，我都钉在这儿了，对，只能这样把你吃了，完全可以满意，你跑就跑吧，我就让你跑出去。对，但是这个追着你出去就可以了，逆转也是很快的，就是这个人呢，高手下棋稍微一高兴一放松，这个棋就要变。白棋飞，对，这个飞一看就不对头，所以柯洁也很年轻，我觉得这个棋还是不对，嗯。这个棋，因为他补就完全是消极的围控，嗯、觉得这样就赢了，虽然也可以理解哈、啊。嗯。但是很显然嘛，你要追击他，你的步子要大呀，要想办法往这儿进去嘛。嗯。那当然是这个又没有任何妨碍。对，里面没有什么。你当然是这个了，这个他围起来多累啊。嗯。走这些你有尖刺，这还可以飞出去。嗯、就一走这儿，陈小姐非常敏锐，一瞬间抓到机会。飞一个。一飞。嗯。啊，这个他忍无可忍，这个不能再硬了，再硬这个不一样了，或者是这个，是吧？所以他就后边尾随，哇，这招棋又下得很好。这招棋一飞，这个白棋非常难受。嗯、白棋先撑住他，把底下的空我先围住，对、啊，保证你这个脚都死干净了。对，这个已经在我觉得形势要拉平的一瞬间了，这个陈小姐当然又松了啊，已经要拉平了。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然形势还是黑棋不好，就这个地方小秋，你是不是要防这个？对，是的，是吧？啊，显然有个靠断。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地方，他对于白棋有些纠结，有点薄。比如说这种穿之类的，没错，教科书上这教我们。对，这个适应手他很难受。还有你这一带如果走下一些东西，将来拼胜负的时候这块没活。嗯，小心你这。对，因为你不是形势不好，所以我建议他这个地方要防这个呢，要先冲，就这个冲啊本身。损的有限，嗯，他只有顶，对，你不能走别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顶住。好了，他一靠的时候你可以顶了，嗯，多一个这个选择，他一靠你一顶一走一叫吃蒸掉了，是吧？那么这个先交换，这个交换完了再来熟的，形势都落后了，好，然后这会儿你点这个的时候，你让他去花时间计算吧。你一眼看出来了，怎么吃黑棋？一眼没看出来，怎么把它吃掉？你一眼看出来了，白棋不能在这儿，哎，这个很不想在这儿接，但是能不能不在这儿接呢？嗯，没看出来吧？我觉得白棋只能接，还不行，你下别的还真不行。嗯，确实有点困难，因为这一带你要想夹住人家很困难，无法夹住。夹不住。然后夹完了，你小心人家给你挡下去，全对呀、啊，是吧？你走这个、啊。他就顺便切断了，先断了。这正好有个冲下来，那你来，
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个牵制着这一代的棋形，这是黑棋非常愿意看到的。假如白棋没有办法走了这个，那么黑棋六亲不认，先把这个切下来再说。你要注意啊，这个地方他还要切断你啊、这一切断以后还有这个故事，他再一拐，对你总得补了，一补了，一补了。我如果顶住呢，这个被人家再打，不亏关子啊，那人家再一打，你又补了。这个最夸张的东西要来了，然后把这单扳已经出棋了。对、因为他这有挖嘛。对，是的。那么一拐的时候，如果你只能走这些的话，就吃还是先手。太痛苦了，这个下的。刚才这些就全部变成好棋了、所以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么后来黑棋就去围去了，这围好像不行。主要他围啊，看起来是把这头给盖住了，但是那头还没封住呢。对。所以呢，你虽然把看起来把中府这儿给围上了，但人家那儿冲进来之后，发现他先顶了一下。顶啊！发现中府的空不是很好围。对，哇，就去围这个，这围把这个围没了，因为现在这个不行了，他推土机推上去就行了。哎，一看非常好的机会，等于这个棋可以更精彩了。非常好的机会，一下成这样，一看啊、就等于基本上进入完败体制了。这样，如果下成这样的话，这中央的控很有可能会围不住。如果一旦围不住，那么控就不够了。对，到后半盘的时候就很怕这棋啊，控干不够，然后你哪儿都争不回来了，这棋很可怕，就没法再争胜负了。对，这段还有一个拼胜负的内容，也给大家摆一摆啊，简单摆一摆。一个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扳基本上是白棋的权利，对，但是确实又不是绝对的啊。白棋既然没走，它本身已经是冲二十目了。刚才我们说、我给大家摆一个，黑棋最首先要防这个，那么这个冲一下防一个，这里头啊可以做的文章很多。走什么呢？扳一下，先把二十目的实惠捞了再说。然后我反正不是劣势嘛，该你走。然后关键他下一步走这个的时候，以下变化很多，我计算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下白棋的话，我会非常介意，因为你不能走这个啊，这个不行，这不是人家层层八平啊。如果这样的话，这一环空就不够了。你看，我把这个基本棋形摆出来，大家一看，接上喜欢计算的棋友就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站在黑棋这一方。然后他这个是先手，他下一步走这一类的时候，你说你走哪？因为走这个你必须走这个。对，你还不能吃这个，吃这个它的眼位情况好，你还只能走这个哈。那么它这样一走的时候，你说这里头是什么？有点问题，看起来。这是什么？假如你必须走这些的话，我随便摆个图，这个已经出事了吧？不一定出事，但是至少它让你非常烦，对吧？它至少先走这个，这个被你顶去。您刚才从这儿打过去，是冲动过来就行了。冲动过来就行了。对，相当于你这个水平高。对，打下去直接冲过来。直接冲过来就行了。那么你说他走这个的时候，你走哪儿？我不知道。我问你，我不会的。这确实要出事儿、如果走这边的话，跟人急打一虎也要出问题。因此呢，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就这个扳街，他是先把十五目以上的实地捞掉。然后呢，让你优势的这一方啊补还是不补，非常难受。你手稍微一松，走这个，好，他再来这个，他不是白占十五目吗？太狠了，是不是？待会儿他没有加，我就搬这个嘛，这个先手五目以上。是的，就所以这个地方是柯洁这招棋一松，差了一路，自以为形势很好，一瞬间就可能被逆转。就是这样的。确实。但是这个机会，陈天元没有抓住。他直接靠了中间，我不太确定这个时候他时间上是不是已经有点对窘迫了。这时间一紧啊，就很多棋就来不及想，也可能吧。因为他后来有很多打将的手法，他作为五届天元连霸的冠军，曾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切了古力好几回的。他就是把古力给干掉，然后古力后来又去挑战对，又被他切下来。是古力是六连霸，然后就是死在中央院手里的。对。但是恕我直言，看他们高手的棋，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这个厚度还是不够，还是不够。现在年轻棋手希望他们更好，希望他们更好。那么这样一来呢，突然之间辛辛苦苦了这么久啊，机会来了，一放过后来马上要不行，马上要不行。当然柯洁也松了一点点哈，他刺了一下在这儿。那么黑棋呢，他由于这个有打了扳过，对，他现在他又不肯，他接了又被打了扳过，他就接上，补很难受，补这个。好，这一瞬间白棋松了，
夏天一早起，白旗一松，它冲了一这个情况当然后旗又变细了。这个就你冲，你冲来看什么？这边这么重要，你怎么不走啊？这边关系到双方的这个非常大的利益的地方，是不是啊？对，这可以走的东西多了嘛，还是走最臭的吧？顶一个。这个松松一点的这个我不知道。不，我现在总觉得这个立下去有点不敢立了，都觉得。敢不敢立啊？挺危险的。这个胯有没有啊？胯有可能成立啊。不，他可以不要嘛，胯完了。主要是白棋只要强化自己就行了。嗯。而且一顶你肯定不能立啊，现在你只能退。大概要退下来了。如果立下去的话，这上面始终都是欠一手棋的，回头也得补。对，直接他就搬了。我还是这样吧。你这样走啊？嗯。我现在是没有，将来有没有？现在当然是不一定。现在因为接上了之后有个跳进去。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跳进去是一个关子而已。他冲了。他是活棋。嗯。他是那问题不大，那还是有个点了。有点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最后已经解决了嘛？亏了一把了。对，然后这儿顺便来一下，这不是你的权利吗？嗯。你把这些走完了，来冲这个行不行？行啊。啊、嗯，就这意思。那柯洁很快放松。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希望年轻人全面发展、啊。这个先世界是他们的，但是这个招法呢，还是确实高手有些地方没有下好。对，那作为我们看棋的人呢，有时候看着看着，心里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就是这样。好，我们看他始终都没有定型，他可能也心里有点纠结，不知道是应该走还是怎么走。没有，他说我这儿都穿通了，我先推过去再说吧。他有这个，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他们年轻人进步太快，而且呢，能力又很。就计算能力又很强，是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戒骄戒躁啊，有的时候就会把一个本来很值得做文章的问题呢想得太简单了，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趋势。其实柯洁呢，除了这次挑战以外，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获得过头衔战的冠军，他最好的成绩也就是夺得过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那就是说因为是属于年龄比较小的，然后呢，也就是这几年在联赛当中成长特别快，去年联赛的成绩非常好，然后今年呢又代表大连队出战了，是这样的，是很好的，对，棋力当然是很强的，要不然怎么会走到这个舞台上？确实。行，我们看，那么这个陈九段这个时候突然很敏锐，马上来补这个，这个点就点不着了，点不着了，对。白棋是白棋好。活下来，那白棋呢带的也挺契合的，他觉得你这个靠了虎不影响我的生死问题，我干脆脱先了，对，把这个加下去，对，这个也很厉害，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不从先走这边，白棋就已经胜了，就更好啊。断打好，这个陈九段很高兴，这个地方有点小味道，虎一个。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也不解决问题啊，不是不知道这胡这些有没有，不知道贴在这儿，就不知道了。但是他怕人家打这个，打这个劫财，用这些当劫不行，因为这个劫你打起来也没意思，等于白花一手棋。就贴这个白棋是怎么连的呀？他先打嘛，白棋总是先打。哦。先打那你只有不要了。打这个。那就拐打在上面。拐打上面。那不白棋不是连不上吗？不知道啊。如果说非要连的话，他只能这样，然后冲过去。哇，这个盯不住吧？这也不太对啊。这个盯不住，这个再一提，这景不气了。啊、底下。不知道这些有没有？所以我就说，刚才白棋这个冲啊，确实是太年轻，太年轻。那陈九段这个本来很厉害，但接下来的下法是不是就很紧？或者是他是不是以为他觉得不错吗？还可以了，也许的，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们接着看吧。那么他是他虎了一个，白棋走这儿。没有，这个鱼心一走，他还要走，你看白棋先手连爬回去。对，这下心里很踏实了。对，哇，我都已经全线连通了。这个太大啊！这个生死呢，因为你跟走的跟我没关系，所以也没影响我的生死。这个可能在这几刀之间也有一个逆转优劣的机会在里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你白黑棋一旦能够把这个走着。是很爽的啊！下一步一拐冲，又严实打枪，木数一大把，是。然后黑棋尖了一个，白棋顺势赶紧把这个先拐回来。拐回来，这个很大，黑棋当然这个要吃。是，他挡住。黑棋挡。对，这一挡。白棋爬一个，这个爬一个呢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不爬这一下的话，黑棋搬一个你就很难抵挡。嗯，如果挡住了人家一尖，你要做活只能这么委屈的回到脚下去。你可以这样做活，但人家一长这两个子掉了，所以目数很巨大。但他排了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嗯嗯，排了之后这儿要拐，然后你搬的时候，我可以直接走这儿就活了。嗯，已经活了，这样你长我就把这个粘上就行了。对。所以他爬到这儿，对，爬到这儿，看黑棋硬不硬。黑棋这个时候，嗯，我觉得他可能是进入读秒了。进入读秒了。啊，他先点了一下。点了一下。然后点完之后呢，又各处打将去了。啊，对，读秒了。就陈九段，我觉得下这个可能他认为他不错。他当时自我感觉比较好。对，这个感觉不一定正确，但是我推测他可能认为他不错。嗯。要不然应该有别的拼法，还有这些地方还要焊下来啊。对。这一代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下法，比如说刚才王老师这贴一个，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下的，我不知道。嗯，那么他点了哈。嗯，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柯洁爬这个，白棋爬这个，他要补活嘛，嗯，这样才后，同时他也让黑棋难受嘛。他带来一个悬念，就是这个打劫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是的，这个打劫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打劫呢，按理说这有劫财。我觉得黑棋应该是不怕的，所以白棋在拼这个，是不是反过来说明，哎呦，陈九段一看你这个地方都不忌惮，不一定是先手，嗯，那这一棋的形势是不是很好？不知道。那么他点，接下来接，嗯，然后他虎了一下，他又虎，对，还是扳的问题，还是盯着他，所以白棋补在这儿了，是的。这个虎，对对对，这个虎是对的，嗯，我看看瞧啊。这个虎确实，它现在的不一样。现在扳，如果你再尖的话，我可以挤一个。嗯。所以就不存在你这尖插进去的问题了。对。嗯，它这个钉一个，等于说把这个扳的手法给化解掉了。对，总的形势呢，现在应该是白棋不错。嗯。还是应该白棋不错。那这个时候黑棋可能经过计算，他觉得正常收下去，比如说把这个打了，不行，这不够。吃掉，这不够是吧？这样不够。这样还不够。肯定是不够的。随便过一个。你这中间挡不住，你这头封不住。所以干脆。把它挖断了，挖断，打吃。这个战斗很精彩，这个战斗很精彩。白棋加下去，加下去。嗯，黑棋这个时候又试了他一下，试了个应手。啊，嗯。所以我总觉得他是不是读秒？嗯嗯，突然之间是应手哈。对，哎，柯洁应得很老实。嗯。对，这地方是有些味道哈。然后那边终于还是下定决心立下去了。立下去吃。啊。这桩也又给我们带来一个话题，就现代棋下的后来都很激烈，对，往往会出现像这个地方，谁要是在读秒当中速算能力不够的话，那么你之前下的所有棋子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块活棋被人家吃死了，一招就够了，对，一招就够了，嗯，啊，现在的棋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嗯，所以这个棋太快了，也不见得好，没错，但他们这个棋倒是不算太快。啊，他们这也算是慢棋，就是正常的用时规则。对，嗯，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吧。嗯，然后白棋呢断了一个在这儿。嗯，这个时候黑棋还是，确实是没法吃，没法吃，不好吃，他打吃。打吃应该接上。那就必须接。嗯，对，下边一个棋的下得挺巧。白棋跳一个好棋，如果打吃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死掉。对，人跳一挤，外面的人太厚了。是。嗯。所以他走到这儿。对。那么黑棋这会儿不能吃了，这个没法吃，你靠人家接在这儿，对，他接顶在这儿，这样子没法杀呀，因为他要靠这个一路的力扩大眼位可以做活，是的，你吃这个是看起来空间大，实际上空间小，嗯，这是一个相对论，这个是看起来小，空间反而大，嗯，好，这个他当然就下这个了，是吧？对，嗯，然后就和平解决了，和平解决就活了，白棋活了，对，这活当然白棋就赢了，对，也必须要这样的话，黑棋空就不够了，嗯，你只要他走这个，白棋接上，不要忘记这个接，被他断成经济独立，好，这样算活了，嗯，黑棋跳了一个，跳，黑棋要围这个，那么白棋扳，挡住，挤挡，挡住挤挡接上，嗯。中间靠一下，哎，对，柯洁这个也下得很好，这个不要冲，单靠，单靠，反正冲是先手。嗯、这棋内容也很多啊，嗯，拉回去，对，白棋把这个尖一下，对，
他这个地方是不是交换过来？啊，对，他这儿也搬了一下。嗯、搬了一下。然后黑棋也冲了一下。冲了一下。挡住，然后扑了一下，嗯、最后还是对黑棋这个扑。这个扑我们打谱的时候不要以为理所当然的扑啊。那你如果说人家劫财有利的话，你要小心，人家给你做劫。这个是劣势一方想要搅局的一个。比如说这样。对，啊、所以这个扑是假棋。小心。对，但他这一扑，白棋也提了，就说明白棋柯洁确实看清楚这棋已经赢定了，跑不掉了。当然陈九段那个也是想找一点事儿做。是的。行。那么后来是走这个是吧？来收了，还收了一下，收了一下，对，走这个小尖，这个是这个大。他小尖的时候，他把这个打拔了。对，他尖，他把这个打拔，吃，提了是吧？这个很大。对，白棋还挺小心的，中间都已经中间已经交换一下，这个是交换的挤断搬吃吃提，对，这些都与胜负无关了。那么下边他把这个吃回来，是的，吃回来这个也很大，因为黑棋这块没活。这个时候是不是盘面黑棋都已经不见得好了？差一点，差一点。盘面不是，就是输呢、差距不大，输一点，也就是输一点，是吧？对。那正常收肯定是收不赢了。收不赢了。后来是想办法在这出棋是吧？也出不了，就损了关子了。对，是的，关子损还是没损？可能是损一点。拼这几道摆给大家看看吗？好的。它是加了一个，这是不是靠过一个？靠了一下。加，立，是吧？然后有读秒，延时打加。这后来是收成这样了。收成这样，黑棋爬的时候呢，它就长了一个。这个就万般无奈，这也打了一个将。对，这块没立下去，这个又损了。然后黑棋就顶了一下。但是也就差一气啊。啊，差一气就够了。对，但是我还是总是想渲染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棋啊太快，太复杂之后啊，经常让人要感叹一下。你一个死活没看清楚，等于你这个人就是一无是处。你刚才找的什么都没有用，是不是啊？对，所以这盘棋呢，后来的结果就是直白的柯洁是重盘战胜了陈耀烨，那么天元战是1-0领先，那这盘棋呢，王老师一开始就批评了这个陈耀烨一开始这个挤是意气用事，这样一来的话，黑棋就已经落后了，那么后来呢，好像在这一代的定型呢，黑棋也没有下出最狠最强的下法，以至于这个形势一直落后，没有扳回来的时候，几乎，有几次很好的机会，就柯洁他这个小一路这个。这个是完全没必要。这个我觉得他说明了他小心翼翼，这一瞬间小心翼翼想赢嘛。因为他们这种孩子都是很开放的，这个形状感觉肯定是多一路啊。里头没有任何借用，你当然是多一路，就是百利无一害啊。对，居然他都选择了小。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